Hello， 我是 Brian。我可以插队吗？不行。我们先让三位美女先稍微喘一下，但同时我们也请所有这个等了很久的摄影大哥一起来好好的拍个照，好不好？那我先退一下活动现场。所以你们其实三位也都已经在这一次的新的这个作品、新的 EP 发行《美梦成真》到现在，也搞了好多好多不同的宣传活动，然后。去香港。对。哇，那然后其实在这一次不同的这个为了美梦当前这一部EP 的推出，不只是在歌唱上面的活动，应该还有很多不同的代言跟广告的活动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就今天来 Kingston。所以我才觉得特别的有趣，因为这一次跟Kingston 的合作，我在想应该你们三位应该会觉得说跟 Kingston 的合作应该算是每天都会接触到的东西，因为毕竟3C 产品现在我们真的跟网络也好啊，电脑也好，真的脱离不了了。对，而且我们就是各自都有玩的。所有的三位的军乐为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。一日店长可是现在开始就要好好的要来介绍了。我们从谁开始？我们从雪芙开始好吗？雪芙手上拿到的是我这个是 Kingston 跟 Dreamgirls 共同打造的限量版随身碟。限量版的随身碟哦，好可爱哦，而且还闪闪发亮，对不对？而且它其实是用那种精品坠饰的概念所设计的，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当作项链，然后戴在身上。譬如说，好像现在是不是就已经有戴着了？对，我们身上都有戴哦。所以其实这不只是这个可以拿来食用，就是每天在这个电脑上面可以插着使用之外，还可以拿来当小吊饰这样。对，它可以当成就是项链，而且还不会忘记。对，不会忘记。而且它里面还有就是预载了我们的就是 Dreamgirls 介绍。然后还有我们这次 EP 的歌曲，还有珍藏版的 MV， 还有就是独家的独家的照片嘛，然后还有对专属桌布，还有那个 MSN 的那个表情符号啦，对。所以其实买这个特别的这个 USB 啊，而且上面还有签名，对不对？对。买的特别 USB， 其实不只是买记忆卡，里头还有就是音乐也好啊，照片也好，变成影音盘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重点是它是限量版的，所以卖完就没有咯。对耶，只要听到限量版三个字，就整个就耳朵就会竖起来，对不对？那米奇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呢？对，就是Dreamgirls 特别版的记忆卡。Value RAM， 名字有点难哦。不会 ，Value RAM 其实大家也都就 RAM 每天都会用得到，可是对非常特别的是，我有注意到这个包装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包装是就是有我们的 Dreamgirls 美美的照片，加上一些 bling bling 的感觉设计。哇，而且每一份其实都是有特别的这个 Dreamgirls 的照片，美美的在上面。对，那这一个东西其实大家拿回来也是看到上面也有签名版的，非常特别，想必一定也是限量款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也是限量款，就是想要就是升级自己的电脑的话，一定要选它。好，那接下来最后一位一日电脑，我请问玉芬准备好了吗？也是限量版的，然后它是 Hyper 记忆体模组。那上面的 logo 其实是有一个翅膀，是 Kingston 帮我们设计 Dreamers 代表梦想起飞的意思。那其实它有游戏就是只要你放进电脑里面，就是它速度很快，因为我刚刚有试过吗？有试过一下，然后速度比较快，然后玩游戏绝对不会累。所以就是说，真的就是变成一种日常生活用品在使用。同样的，我们请玉芬拿给大家看，好吧？也是上面也是非常特别的美美的照片哦。哇 ，OK。在待会儿呢，我们除了有这个跟现场的所有的朋友做互动、有奖征答之外，待会儿还有三样不同的Kingston 的商品产品的这个竞标的活动。不过现在我们要稍微小小的先暂停一下，因为太多太多的媒体大哥来到现场，我们要进行一个短短的联访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商品先让我来帮三位火龙果的要做，而且除了今天来到活动的现场之外，待会儿三位音乐店长还有特别的跟现场幸运的，刚刚好早好早就来排队的朋友们要排拍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要一起拍，拍立得，而且还有这个现场的朋友们可以跟你们更近距离的接触，可以参加这个签名会。所以在这里要跟大家再提醒一次，只要有任何这个 Kingston 的产品呢，就可以来索取这个 Dreamgirls 跟 Kingston 一起合作的海报哦。
我觉得怎么样？今天很热，对不对？有看到大家等的其实都慢慢的，辛苦了。大家辛苦了，所以大家做劳苦功高，不只是一日店长，其实这所有的朋友也一样，我们应该要来好好的犒赏他们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非常特别的这个有奖征答，好不好？有奖征答，我来跟大家来玩一点小活动。但是呢，在玩以前，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先小小的放水一下，要不然大家会觉得我们这个问题都开得太困难了。那我要来简单的访问一下玉芬，请问你知道 Kingston 这个厂牌啊，它是连续五年荣获美国的 Fortune 财新杂志，全球百大最佳雇主，那当然了。你看这有没有有点难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放水放得很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，所以玉芬，我现在告诉你要记得哦，全球百大雇主之一是 Kingston 哦。有记得吗？记得。OK， 我还想除了玉芬会记得之外，应该现场每一个人都会记得才对。那再来，我要来问一下，那我们请李晴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Dreamgirls 的最新作品的名称，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新EP名称叫《美梦当前》。美梦当前，对不对？你记得了哈，所有的朋友们都记得哈。那最后呢，我也不要忘了学佛。你等一下，当我在问问题的时候，每一个 Dreamgirls 都一样，你们要负责选这个答题的朋友们。好，要不然大家人家都说我是男生，就你知道，一直偏心是女生，真的糟糕。好，那我要请所有的现场的朋友要注意听哦，因为都有小礼物要送给现场的朋友。请问，Dreamgirls 今天出席的是哪一个品牌的活动呢？好简单的，有刚刚放水有用吗？那我先请水壶帮我们选一下。好，数三你们再举手哦。数三再举手哦。我有。一、二、三。我们家还有很多题目，来戴帽子的这一位，来，请说。Kingston 活动，对不对？来接好喽，来，等一下，好，抱歉，抱歉。OK， 好，再来第二题哦，第二题我们要请您帮我们来选，好不好？这每有三个题目，来，大家要只要打一个人的名称就好了。请问 ，Dreamgirls 是由哪三位女孩所组成的团体？一次只要讲一个成员就好了，一次只要讲一个成员就好。粉红色衣服的，来，李玉芬，哦，恭喜，来，好，再来，那当然我要再问一次啊，那Dreamgirls 还是其他两位的成员，只要给我一个名字，好，玉芬来选，我，好，我先选女生好了，好吧，哇，祝米晴跟周雪芙。一次，你先把两个叫出来，把两个讲出来，不让后面的好吧，那这样没有关系，我们赠品太多了，所以重点只是要把问题想出来。请问 Kingston 金士顿科技的产品有哪些？随便只要讲，举出一样就好哦。我在这里，来，雪芙麻烦你吧。好，一二三，拜拜。黑面红色的吗？来，记忆卡哦，不赖哦，来，送你这个金士顿那个 logo 的非常可爱的笔筒哦。还有呢，还有谁还可以再告诉我再一样Kingston 的产品好不好？我要不要后面一点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请你先来选后面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。戴眼镜的米色衣服，戴眼镜米色衣服，戴眼镜很多哎，我刚说戴眼镜超多的，来，水生碟不错，来看好哦，接好哦，耶 ，OK， 好，再来，哇，我问题超多的，请问哦，这一题我等很久了，哪一家企业连续五年荣获蝉联什么财新杂志颁发的美国最佳雇主？我觉得等一下问完下面我要问题。来，我选一个吗？对，你选，该你选，你选一样。一样后面的。后面。好，叫我那个。好，这蛮经典的。真的，这个。Kingston。哪一位？这一位。Kingston 吗？大声一点好不好 ？Kingston。耶，来看好，不要给他。耶。OK， 好，真不赖。那我们待会儿呢？接下来呢？我们除了这个有奖征答之外，我们待会儿还有 Kitty 的有小礼物可以送出之外，接下来我们要请这个三位一日店长
真的是要开始做这个行销的工作了。手上的这个不同的产品要麻烦每一位介绍，而且现场也会开放一元竞标哦。那我们请谁来开始？